那我们接触了球的时候，在这个些位置，错，这不是拍头，对不对？哎，这里也错，是不是？这里才对，对不对？这个位置是对的。这个离身体最远的地方就是拍头。那么我们走的时候，我们拍头的方向呢？拍头的方向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拍头的力量就打到这里。我们尽量把力量啊，默默跟蛋蛋，我们尽量把力量甩到拍头。这样子是甩到拍头吗？你看啊，大家看两个动作啊，你看这样子有没有拍头？有。这样子有没有？有。有啊。有啊，这拍头就出去了。正手的拍头一定是朝着你挥拍发力的方向去的，这个有拍头，这个没拍头，这个没拍头，拍头往上提。对呀，往。